我真的好紧张啊！我是一勇班的麦千如，最近我第一次去玩飞索。飞索是一个力奇活动，通常要教练陪同嘅。进行飞索最紧要安全，而家教练就帮我做好安全带啦。做好安全措施，我哋就可以开始啦。首先我要行两层楼咁高嘅楼梯去到起点，准备飞翔啦！我真的好紧张啊！爸爸妈妈同导师不停鼓励我。终于我决定勇敢尝试，导师会帮我扣好安全锁，还要检查好绳索，这些都是确保安全的措施。我准备好了， Go！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我就不怕了。哦，好型！其实力奇可以训练我哋嘅勇气同埋探索精神，对于小朋友亦系一种自信心同个人成长嘅训练。出咗啲汗，梗系要补充体力啦。这个经验令我学习到要勇于尝试。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